年晚健玩法令丸，年纪越大新闻越多，想有效改善这些问题，有什么单品可以做到方方面面兼顾效果和性价比？终于被我挖到了。老粉都知道你非常重视抗老管理，尤其是对较差新闻的管理，而我最近一直坚持做的是在全脸的纹路位置包括金丸都抹上眼霜来进行保湿和弹力管理。因为我挖到的这款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不止可以淡眼纹，对脸部细纹甚至金丸也有效果，而且30毫升的大容量，大面积涂也不深，不管是20多岁的康舒拉管理，还是像你这样30多岁的巩固管理，都很适用。这系列的第一代欧尼之前也用过，同样性价比很高。而这款不管是外观上升级成了银紫色渐变包装，成分上也升级成了纯度更高的 Bossein Pro， Bossein 的含量还是一代的2倍，所以在促进胶原合成、改善肌肤弹性上都有几乎翻倍的优秀表现。用一支二代的效果，基本都有之前用2支1代，尤其是对于纹路的改果和见效时间，会比一代更好更快，还添加了玻尿酸保湿力很够。另外虽然 Bossein 的含量有提升，但它的肤感却比一代更清爽了，水润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好吸收，也不会黏，磨完皮肤软软嫩嫩。我最喜欢的还是它自带的这个冰干按摩头，配合它的咖啡因成分，很适合早期眼周容易负重的青骨纹，用来按摩舒缓，还能促进眼组循环，帮助改善血管水和眼圈。如果是用来管理较差细纹，使用时除了在眼周点涂眼霜，按眼头到眼尾的方向按摩吸收外，还可以尝试上扬抬头，在出现细纹的眉间位置点涂眼霜，轻轻打圈吸收，在法令纹和磨纹部位往上推开吸收，最后涂抹颈纹部位，用这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从下往上推开，直到眼霜完全吸收。大家一定要重视抗初老管理，要记住千奇秘方永远大于活期改善，别再放着你的早期细纹不管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拜拜。